Essence is power. EC7 感受优雅的力量。大家知道，纯粹、未来感、精致、有温度，是未来设计的基因。如果一定要用一个词去形容未来设计的气质，那就是优雅。 EC7每一个角度、每一个细节，都将未来的优雅传世到了极致。优雅来自于最恰当的车身尺寸。EC7长4964，宽1794，1974，高1714，轴距2960。 优雅源自于完美的比例和车身姿态，来自于美学与数学的精妙融合。我想特别强调一下 EC7的背部曲线，因为背部曲线的设计是 Coupe SUV 的灵魂，也是一个难点。我看过每一款高端 Coupe SUV 背部曲线的设计取向。 有的稍显慵懒，有的略微凶悍。EC7的背部曲线舒展流畅，恰到好处。优雅来自于张弛有度的表达，向前俯冲的 shark nose， 犀利的 double dash 日行灯 X 8。 探出式的前扰流器 ，EC7的前脸充满蓄势待发的张力，高肩线，外扩的轮包，搭配22寸的大轮圈，整个侧面车身展现出游刃有余的力量。优雅来自于纯粹与凝练 ，EC7的造型设计摒弃了修饰性的线条。 精心打磨有机的形面，让自然光影去塑造结构与韵律。外观的每一处细节，纯平的侧窗、隐藏式的门把手、侧转向灯和隐藏式的高位刹车灯，这些设计反映了我们的设计团队对纯粹的追求。Illuminate 光风尾灯。 采用了细致3毫米的光导晶体和 Super Red 超红光的 LED 技术，精致利落。优雅来自于将最新的科技融入最纯粹的设计。Design for AD 引领潮流的瞭望塔式传感器布局，我们已经用在中大型轿车 ET7、中大型 SUV ES7和中型轿跑 ET5上。 应用都非常完美。我们看到，在 EC7这样一款 Coupe SUV 上，也非常自然地融入增添了未来感和科技感。纯粹简约的外观下，应用了最精密、最领先的科技，比如说 EC7的智能多光速大灯，在 Aquila 超远距激光雷达的支持下，我们实现了像素级的。 高精度分区照明，优雅可以很拉风。EC7全系标配双模主动升降尾翼，采用7连杆镜像记忆设计，有手动、自动两种模式，分成减阻、极速两个档位。减阻档。 可以降低4%的气动阻力，极速档最大额外提供650牛的下压力，极大增强了高速驾驶时的操控信心和驾驶乐趣。优雅意味着心境开阔，心有温暖。打开 EC7的车门，就能感受到一个通透而充满活力的空间。全景玻璃天幕。 视野极其开阔，隔音效果提升10%，
紫外线的阻隔力达到 99.9%， 可选装智能调光全景天幕，在全球范围内第一次在电子变色天幕玻璃中采用黑灰的中性基色，不是蓝色的。我们与未来资本投资的光翼科技紧密合作，在1000多种分子结构中探索出全新材料，实现了对380纳米到750纳米整个可见光波段全光谱的均匀吸收与变化，反复调试，终于实现了我们的设计意图。等我们的展车到店了，大家一定去感受一下，这个黑灰基色在更好的阻隔能量的同时，让车外的自然风景仍然能保持原有色相。大家可以刚才看看它的变色的一个模拟效果，车外的颜色，蓝天还是白天，蓝天还是蓝天，白云还是白云，绿树还是绿树，很有质感，非常高级，这也体现了我们对优雅的追求。优雅是一种恰到好处的氛围，纯粹雅致的内饰基调加以可再生藤木跳色缝线主题色金属质感装饰，营造了精致而有活力的氛围。优雅是一种态度， EC7 采用了最前沿的环保科技材质， Haptex 合成皮， Microfiber 超纤绒，全部都采用了最新的生物基材料。每一辆 EC7 内饰节省的碳排放相当于一棵树2年的二氧化碳的吸收量。 EC7 拥有同级最好的空间体验，我想特别说一下二排后排的腿部空间947毫米，纵向空间达到了988毫米。一体式的运动座椅造型优雅轻盈，高角度的侧翼设计能在激情驾驶时提供更好的支撑和包裹感。前排座椅标配加热通风按摩座椅背部舒缓，后排座椅标配加热背部舒缓，可以选通风按摩功能。独创的未来独创的女王副驾也经过了全新的升级，可以一键实现零重力舒享姿态。在通透而充满活力的舒适空间中，我们能更好地体验未来全景数字座舱 Panel Cinema。 23个扬声器 7.1.4 沉浸声系统，杜比全景声联动光谱式氛围灯，带来了更好更加沉浸的视听享受。 EC7 也为车内的 XR 体验进行了原生设计，可以选装 NBOX 增强娱乐主机，支持多人同时互动娱乐体验。8种外观颜色可供选择，每一种颜色都来自最美的天空，彰显了 EC7 优雅的气质。其中有全新的2023未来年度色曙光金，这个灵感来自清晨初升的太阳，寓意着朝气与希望。刚才这一台就是曙光金。工友，这个颜色非常漂亮，它在不同的反光下，它都有色彩会非常梦幻般的变化啊！大家一定要去现场看。EC7 共有5种自然色系内饰主题，渲染了空间的优雅格调，包括金沙米、玛瑙黑以及3种全新色彩：乔戈里灰、可可棕以及热情的珊瑚红。漂亮吧？这颜色我都想买。这需要我老婆批准了。优雅源自内在的力量， EC7 将未来的高性能基因发挥到了极致。 EC7 是全世界风阻系数最低的 SUV， Shark Nose 前扰流器一体式穹顶，后视镜
肩线、后分离线等等，每一个形面、每一个细节都经过了毫米级的优化，风阻系数仅 0.230， 这么大的一款车搭载未来第二代高效电驱平台，双电机智能四驱系统，前永磁电机峰值功率180千瓦，后感应电机峰值功率380千瓦，整车最大功率480千瓦，最大扭矩850牛米，0到100公里加速时间仅需3.8秒，是未来加速最快的 SUV。全球最佳风阻系数，加上主电机运用碳化硅功率模块，整车能耗进一步优化。搭载75度电池包，续航可达490公里；搭载100度电池包，续航可达635公里；搭载150度电池包，可以实现940公里的续航。百公里刹车距离仅为33.9米，比同级的 Coupe SUV， 比如宝马的 X6， 短了将近5米，相当于一个车身位的距离。配备 Brembo 六活塞卡钳以及380毫米大尺寸打孔通风自动盘，抗热衰的性能全面提升，时速0到130再到0，全力加速，全力制动，持续10次，制动效果仍然没有衰减。50:50的前后轴荷比，让操控更加稳健。EC7 拥有高强度的全铝车身架构，具备超高整车的扭转刚度，采用前双叉臂后 HM 多连杆的悬架形式，标配智能空气悬架、CDC 动态阻尼控制系统，以及未来自研的智能底盘预控制器 ICC， 拥有10种驾驶模式，包括5种基础模式、5种场景模式，每种基础模式都能够支持自定义调节。优雅源自面对未来的信心。EC7 是最智能的 Coupe SUV， 搭载班扬智能系统、第二代数字座舱、AI 算力、通讯能力都是目前最领先的水平。5屏联动交互体验，智能高效。标配16英寸 HUD。Aquila 未来超感系统，包含超远距、高精度激光雷达等33个高性能感知硬件。Eden 未来超算平台。1016T 神经网络算力，我也相信它在几年内都是算力最强的自动驾驶超级大脑。基于领先的智能硬件与软件， EC7 全系标配业界领先的22项安全与驾驶与辅助功能。随着我们的软件更新，体验会越来越好，我们也会逐步开放未来自动驾驶 NAD 服务。从外观到内饰，从色彩到细节，从性能到智能，从内在的精神到可感知的体验， EC7 完美诠释了优雅的力量。 Elegance is power， 让我们一起来感受。
感受优雅的力量。智能电动旗舰轿跑 SUV EC7， 按整车购买，75度电车型，售价488,000元；100度电车型，售价546,000元。采用电池租用方式购买，售价418,000元。EC7 首发版标配100度电池包，纳帕高级内饰套装，21英寸多副瑞宇轮圈 ，Nomi Mate 2.0， 漆灰层六活塞卡钳自动套装。按整车购买，售价578,000元。采用电池租用方式购买，售价450,000元。首任车主将获得多项服务权益，包括10年不限里程免费质保、终身免费换电、免费专属充电桩、终身免费道路救援、终身免费车联网。发布完下一款车，我们的配置器会同步开启预定，预定金5,000元可以抵扣10,000元车价，我们将大体按照意向金顺序交车。现有用户购买 EC7 将获得30,000积分红包，创始版用户购买 EC7 将获得50,000积分红包。2023年5月 ，EC7 将开启交付。